任务要交给神秘礼物啊。圣诞感谢他，对，就是你现在的奥利吉的约艺人好友，下礼拜一的时候来到宜兰一起参加这个派对。我要自己邀请。我现在没什么朋友嘛，不是？啊，那我们就先约一个最闲的人。喂，查查。什么目的要打电话给我？当然啦、啊，平常不会打给你。这夸张哎你！哎、欸，不过我说真的，你的那个韩式炸鸡店是不是需要一个很好、很厉害的礼物？很厉害的节目帮你宣传一下？需要啊。你14号有空吗？14号。对。有空啊。不用。你怎么都没想都没想，通常我们都会开启一个形式，一看我们有没有事情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要交换礼物，圣诞趴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就先这样喽。搞定我，是不是嘛？马上搞定一个。绿茶简单啊，那太好约了吧？绿茶又不是男士。那我一邀就邀一团哦。